先上下白是做 chocolate chip walnut cookies。准备所需的食材。好的中筋粉、泡打粉和盐，用手搅拌均匀即可。把核桃捏碎，捏碎后倒入核桃，倒入巧克力。记得预热200度五分钟哦。最后烘烤200度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出炉啦！出炉后需要放置冷却才可以收纳。谢谢观看，点击赞和关注，更多精彩视频等着您。